话要送给花花，对不对？来，我们一起喊出这段祝福的话，祝华晨宇专辑大卖。对，好，谢谢，特别感谢华晨宇把他这份礼物带给我们大家，就是你的全新的专辑了哈。对，来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好不好？好，这个专辑还需要介绍吗？对，可能有今天来很多新的朋友啊，因为有十首歌，这是我的第一张专辑卡西莫多的礼物，然后里面有十首歌，然后有三首歌是我自己写的，然后还有七首歌是收来的，然后也是从世界各地，然后有很多国外的一些大师，然后写的一些歌曲，然后反正我觉得很好听，真的。好听吗？好听。专辑都有拿到，对不对？给花花看一下，你都拿到专辑了。太酷了，对，他们都非常喜欢里面的十首歌哈。好像据我所知，这十首歌是从可以说万里挑一，一点都不过分吧？应该是，对，因为我的就是我刚刚说的七首歌是从两万首 demo 里面挑选出来的。两万多首 demo 要听，就把这两万多首要听一遍，我觉得要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用心、非常诚意的一张专辑。而且呢，其实我知道这张专辑好像有两个版本。今天我也拿到了另外的一个版本，这是海外版，海外版本。你有没有好奇？哎，今天我们大部分朋友拿到都是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专辑会出现？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内地版，内地版的就是这个，就是这版，然后就很简单，干干净净的。然后海外版呢，就是站在海上面，所以海外版。站在海上就是海外版的，而且里面的照片啊一些造型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对对，之所以给你看这张专辑，因为我也知道今天有专门从台湾来的的歌迷，对，所以说这是他们特意带过来的啊，所以说让我们很多内地的歌迷都能够看到海外版是什么样子的。台湾阿姨是吗？台湾的姐姐 Hello， 欢迎欢迎啊。好，那当然呢，今天呢是我们的全国的签售会，也是唯一的一站哈。对。而且我也跟他们说了，今天你只上来介绍一下专辑，签名是不行的，唱一首歌吧，好不好？好啊。好，你们想听哪一首？都想听就变演唱会了。这样，我们就一首歌的时间交给我们的花花，为大家带来他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枕边故事》，掌声欢呼声送给花花。
着他的梦中逃离惶恐往往私奔到一个没人打扰的地方从此后两个人幸福的在一起这是他优美了，花花在唱歌的时候，你都静静的去听了，听，真的好不好听？好听啊！好，那当然呢，今天呢，除了花花给我们带来这样的音乐的礼物之外呢，你的歌迷也为你准备了一些礼物，要特别的送给你。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准备礼物的歌迷代表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啊。Hello， 好，来，首先先讲一下，你们谁先讲你的礼物？你先来吧。99朵玫瑰，那在爱情当中，99朵玫瑰意味着天长地久。那我想借这样美好的寓意，也表达歌迷对花花的心声。你一直唱，我们一直爱。好，谢谢，谢谢。好，那另外还有一位歌迷准备的礼物。我的这份礼物呢，我是两份礼物。我是代表那个，也是代表所有的歌迷啊。送给你这两份礼物。你还记得你在欧洲的时候，你去过一个店里说，咦，那是人声合成器吗？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很酷。对，我们一个小伙伴在网上找了很久很久，然后到处询问才给你找到这个。这是一个人声效果器。对。这我觉得简直就送到花花心坎儿里了。对。啊，这个是我记得我在欧洲有一次在一个店里面。还有这一份呢，你还记得？这还有一份，你还记得你在那个意大利的时候听到一个？我还记得我说我看你挺顺眼的。这个是那个，你还记得那个竖琴 CD 竖琴吗？竖琴啊，我记得。是那个啊，我记得。境外的小伙伴特地跑到了那个你去过的那个地方，帮你买了这份竖琴 CD， 他希望你可以听这个。啊，这是那个人。对，他去现场的时候那个人不在，但是他买了一个相同的，然后希望我带给你，他从国外快递回来过来的。哇，这太酷了。是那个，对。我知道，就是节目当中把花花听哭的那个人的 CD。 哇，这太酷了，不要太激动，下次就可以在家听就听哭了。对，这个对啊，好，有什么感想要抒发一下花花？没有，我觉得好啊，好。对，如果说当时你在录节目的时候听哭的感觉是被他的音乐吸引的话，我觉得如果你再听这张 CD 当中的音乐，融入的感情将会更多。对，我可以，我觉得因为我印象很深的是，我那次听那个竖琴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它太美了，然后它的音乐给了我很多的就是灵感。就是其实我当时在听的时候，我脑袋里面就一直在跟它合奏，就跟它一起在合奏，然后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想多听，就是因为
我会有灵感。嗯，对，所以这个，所以我们都很爱你。对，所以你只要好好做音乐，然后做你自己，做你想做的，我们永远都支持你。然后我知道，你们都知道。好，那两位都是非常用心的，合张影吧，拍张照片，好不好？嗯。来，拍一张照片。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歌迷，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花花收一下礼物。再次感谢两位歌迷代表哈，好，把花也暂时收一下。花花，这样的话，以后你再录制一些节目，是不是到什么地方都不太敢看东西了？因为你想要的，他们可能都会帮你找来。可以啊，可以啊，来者不拒，对不对？对啊，因为我对他们也很好啊。嗯，对，没错。对，一开演唱会就怕你们看不上，一开就开两场。对，因为我跟我歌迷之间的感情是，就是可能很多路人可能不会太明白，但是最懂的就是我和他们，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这就够了，对，这就够了。你们也会一直陪着花花一路走下去，对不对？OK， 好，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全国签唱会的主办单位呢，也特别为我们花花准备了一个非常有寓意的礼物，也是非常甜蜜的，来，有请我们工作人员送上我们花花专辑大卖的甜美的蛋糕，来。这里要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天娱音乐、北京阳光盒子文化传媒以及我们的 O What 给予我们此次活动的主办的大力支持。好，当然还是要切一下我们的蛋糕，给大家留下一个照片。我要怎么切它？就切后面一刀就可以了。我们这样一刀。对对对对对，来，三二一，我们留下照片，来，花花看一下镜头。哈哈哈哈哈哈！来，还有左边的，来，花花，我们看一下左边，看一下左，切左边，对，对，看左边，看左边，啊，对，看左边，看左边，对，耶，然后还有，再看一下右边，好不好？我们再次喊出我们那句祝福的话，祝华晨宇专辑大卖。好好，稍后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分享这个甜蜜的蛋糕哈。那我们不吃吗现在？你想吃的话一会儿给你单留一块，好不好？好。OK。 好，那当然在签售之前还有什么话要嘱咐一下大家？来签售吧。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注意一下安全就对了。没有，今天好好的看一看大家。哇，所以说请大家一定上台的时候要好好看一下花花就对了。好，那最后呢给大家一个福利，就是我们有请花花和大家背拍一张全家福，好不好？来，